2020年3月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大马政府宣布全面实施行动管制令，学生无法到校上课，老师也纷纷开启了网络教学模式。教育部副部长办公室在拿督马汉顺医生的带领下，特别成立了一起上学堂 Easy Learning Web， 并通过面子书专业及优管频道，希望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在家继续上课及学习。一起上学堂是属于一个双向学习的平台，我们欢迎同学们在老师授课时善用留言平台与老师互动，让学习真正发生。在教育路上，我们不断改进，一起与时并进，一起上学堂，学海任徜徉，我们欢迎您的参与。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欢迎准时留守一起上学堂的平台。今天要上的呢是华文课，在还未上课之前，同学们赶快把今天的华文课分享给你的朋友，欢迎你的朋友一起来听课咯。那上个星期日啊是教师节，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准时观看我们的线上教师节庆典呢？当天有好多好多精彩的节目，也公布了很多优秀的作品。那不知道同学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节目呢？同学们可以在留言平台跟我分享一下，看看哪一些同学喜欢的是什么表演呢？同学们可要专心学习哦，在线上学习平台可要注意言行举止，我们要共同创造良好的学习气氛。另外，同学们也要记得善用留言平台发问问题以及回答老师的问题哦。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同学们可以在直播后回到这个面子书专页和优管频道回放视频。那如果视频模糊，同学们可以将这个视频的解析度调至最高，也就是 720p 的格式。接着让我来介绍今天的授课老师，来自芙蓉新城高院东华小学的郑玉莲老师，2005年毕业于森美兰芙蓉茉莉华师范学院，2011年毕业于马来西亚开放大学。郑老师曾担任华文嘉年华诗歌朗诵评委，同时他也是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会员、马来西亚佛光教师会会员以及马来西亚爱心教师会会员。郑老师曾在2007年以及2017年荣获卓越服务奖。掌声欢迎郑玉莲老师。谢谢 Easy Boy，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哦。我是来自芙蓉新城高院东华小学的郑玉莲老师，欢迎大家一起上学堂。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呢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得。啊，同学们午安好，大家好。好，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好吧。我们先准备好上课的心情。好，大家午安午安。来，课前准备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其实很简单，最重要的呢我们要试到哦。有什么试到？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好，我们要手刀。我们还要眼刀。我们也要心刀。还有耳道，好，这四道呢非常的重要。好，先准备好这四道哦，把这一个小纸条准备好，可能呢你等会呢需要做一些笔记啊。好，嗯，好，午安，同学们，你们都好有礼貌哦，很好，很好，好，好，我们开始上课啊。好，来这里呢我们说啊，嗯，先来猜字谜吧。嗯，这一个同学们今天呢希望你们能够理解绘本这个转的意义哦。这绘本呢这绘本啊是一个本地的作家所著作的哦。好，然后呢第二项呢同学们可能可以学习掌握一下哦，写段落，稍微的小练笔写段落。好，正式的猜字谜哈。这里有两个短句，这两个短句呢会是一个词，那同学们可以猜一猜这两个短句会是哪两个字呢？请你们把答案写在这个聊天室里头。哎，同学们好，嗯，午安午安。哎，我看到了，有感，对对啊，这是其中一个字啊，心上咸咸的感。对了，还有一个字，还有一个字，第二句呢？第二句是什么字呢？哈，有了，我看到了，感恩，感恩呀、yeah, 对对对，感恩。好，我们看，感，心上咸咸的啊 ，OK， 因为在心上啊。感恩、啊、非常好、嗯、这么棒哈。那我们再猜，再来猜两个短句，猜两个字哦，一个词。好，这个呢、嗯、感恩的过啦，现在是心上咸咸的，身在言寸中心，身在言寸中心。啊，有啊，我看到了啊、哦、哈。对，感谢哈。啊，心上咸咸的感，身在言寸中心。好，这个感谢。嗯，刚才是感恩，然后这一个是。感谢，那同学们你们都好棒啊！看到你们的回应了，好多好多的回应、啊、很好很好、哦、你们的反应都很快啊。好，我们也要感谢谁呢？其实今天能够有这一堂课是因为呢老师也看到这一个很棒的一本绘本哦，它就是转这一本绘本。好，转这一本绘本看到哦。好，这个为什么要介绍给大家呢？其实里头有很好的意义哦，富有非常非常好的意义。那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慢慢的去探索、哦、慢慢的去探索到底会有些什么呢？我们一点一点来发现哦。首先呢，我们要先谢谢这位作者哈、哦。
这位作者呢是郭伟林女士。郭伟林女士呢，她是马来西亚人哦，我们是不是要为她鼓掌呢？啊，这位女士呢，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位作家。那同学们，你们好好的学习，将来呢也希望看到你们呢是很棒很棒很棒的孩子。那很棒的孩子将来呢就会成为一个很棒的什么好公民。你看这位郭伟玲女士，她的这一本绘本是在2017年6月份出版的。特别喜欢这一本绘本呢是有原因的啊，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带来的分享呢也给你们带来满满的能量。好哦，好棒哦，你们都好棒哦。 OK， 中孔华小的哦，东华小学的，好的好的，同学们你们都好棒。好，我们再接下去了啊。接下来这边呢我们要怎样去探索呢？老师朗读一遍，然后同学们朗读一遍，用你认为最好听的声音朗读。好，好吗？灰色的呢老师朗读，然后呢黄色背景呢同学们朗读。好，准备哈。献给那些无法对颜色有概念的人。也许你不知道它有多神秘。有人称它为灵魂之窗。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对哦。它可以让我们看看这世界有多美丽。我们的世界可大呢。我在这个岛上只是一小微点，而这个岛在地球上只是一小块。地球在太阳系里只是一小粒。太阳系在银河系里又是一小点。银河系在整个宇宙里也只是数十亿中的其中一个。好，这一个呢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书啊那个绘本呢它翻到最后的一页的时候。哦，它在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哦，就是这一个地方。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把它转回来。把它转回来，然后才可以继续朗读。这也就是它特别的地方，很有意思哦。好，那转了过后呢，我们是这样，如果没有转呢，我们看到的画面会是这样的。看到吗？如果我们不把它转回来，就是这样读。宇宙是由一据说
宇宙是由一次大爆炸后形成的。嗯哼，好。嗯，同学们，你们在猜哦。好，来，我们再看，一大群星星聚集成银河系。嗯，哦，你们好有兴趣哈、哦。哎呀，谢谢你们称赞老师哈。好，嗯，同学们读哦，黄色的，嗯，老师朗读，同学们朗读哦。好，太阳就是其中一个星星，每一页就这么少的字哈、哦。地球是围绕着太阳的其中一个美丽星球。这个星球上有着无数生物。人类就是其中一种生物。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我跟其他人一样，有一双眼睛。可是，我自小失明，但是我的心满是爱，像宇宙一样浩瀚。好，到这里呢，同学们，我们就把整本绘本的词汇呢，全部都看完了。好、哦，嗯，大家看到很多很多的画面，绘本就是有这样的神奇，让你们想象好多好多好多的天马行空哈，天马行空的想象啊。所以同学们，鼓励你们多看绘本哦。好，刚才这样一句一句的读呢，可能同学们没有什么概念。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把它整理出来了哈，老师把它整理出来，那么呢，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本绘本里头，它的所有的句子就是在这一个画面了。那么老师再朗读一遍，同学们，你们注意看，这个画面里头哪一个句子是你所喜欢的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句子？请你把它写在留言区啊。也许你不知道它有多神秘，有人称它为灵魂之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对哦，它可以让我们看看这世界有多美丽。我们的世界可大呢。我在这个岛上只是一小微点，而这个岛在地球上只是一小块，地球在太阳系里只是一小粒，太阳系在银河系里又是一小点，银河系在整个宇宙里也只是数十亿中的其中一个。据说宇宙是由一次大爆炸后形成的，一大群星星聚集成银河系，太阳就是其中一个星星，地球是围绕着太阳的其中一个美丽星球，这个星球上有着无数生物，人类就是其中一种生物。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
可是我自小失明，但是我的心满是爱，像宇宙一样浩瀚。这一个呢是老师之前先把它录好哈，预录好的。那么我看到有些同学说，地球围绕着太阳的其中一个美丽星球，每个同学都有你们自己喜欢的句子，这是没错的哈。每个人都有你自己喜欢的，很好。有一些呢，全部都喜欢哈，但是我的心满是爱，像宇宙一样浩瀚。哦，有同学是喜欢这一个句子的，很好。最重要是你发现你喜欢的，那你的心就是欢喜，就是高兴的。来，我们来看看，猜一猜老师喜欢的是哪个句子呢？好，给你们看一看老师喜欢的句子啊。最喜欢了哈，最喜欢的句子是这一个，看到吗？但是我的心满是爱，像宇宙一样浩瀚。哦，像宇宙一样浩瀚，所以他的爱是满满的。老师特别喜欢这个小女孩，她的心满是爱，像宇宙一样浩瀚。其实，同学们还在写哈，好。哦，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哎，对，每个人都有他喜欢的句子。你们再深入的去想一想哦，这个句子呢，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呢？有原因的，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女生。这个小女生她讲到一点，她说自小失明。哎，自小失明了，那是什么意思啊？自小失明了什么意思呢？眼睛看不见，对不对？眼睛看不见。那你看这一个小女孩有没有觉得奇怪啊？同学们，她失明了，但是为什么能够描述出整个宇宙呢？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好奇怪哦，我们眼睛看得见的都未必能描述到这么好，为什么他失明了，他却能够描述出整个宇宙呢？其实啊，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用心学习，他注意聆听。你看他说啊，有同学说他用心来感受，对，非常好。哎，你们真的是太棒了。很好。哇，你们怎么这么棒啊？对对对，很好很好。所以同学们，当你们看完这一个绘本的时候，你们在深入的了解，在探索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发现很多很多的美好。再看他的感恩角度呢，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看他感恩，他怎么样感恩呢？为什么他会感恩呢？怎样让到他感恩呢？有吗？因为他知足，所以他感恩。那么再看他为什么依然感觉自己很幸福呢？其实为什么呢？
哎，他活着哦，他还活着，他可以感受到爱啊，他的内心充满爱。哎，对，很好，同学们，你们真的是太棒了。哦，有人教他，哎，也对呀，所以他在不断的学习哦。相信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对啊，同学们，你们真的是太棒了。嗯，因为他还活着，很好，你们的这些答案都很好。他的心充满太多爱了，他知足常乐。对对对，你们的答案都很棒，活着，而且他感受到爱。嗯，用心生活的孩子哦。那么再看，其实这个女孩她失去了什么呢？然后她依然拥有什么呢？哦，同学们，你们好棒哦。好，真的好棒好棒，看你们的留言哦。嗯，你们好用心哦。好，所以我说啊，同学们的心灵呢是最美丽的，最善良的。嗯，所以同学们，老师在这里呢要祝福你们，也要赞美你们，你们真的是太棒了。相信爸爸妈妈、学校的老师也教导了你们不少，然后你们那颗善良的心当然是肯定被肯定的哦。好，来，他失去了什么呢？看到吗？他失去了什么？哦，不要流泪，不要流泪哦，你听了流泪哈，不要流泪啊。好，来，他失去了什么呢？哦，他的双眼哈。哦，他光明哈。 OK， 其实他跟我们不一样哈，他的视觉少了视觉，所以同学们，你们有看到吗？刚才整本绘本啊，是用什么色彩？灰色，灰色，然后有一些黑色，对吗？所以你看，他根本不像我们，他看不到色彩，他看不到这个美丽的世界，但是他可以想象哦。他虽然失去了视觉，但是他很感恩他还活着，他很感恩他还有其他的感官，他可以用其他的感官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他不断的学习，他不断的发现美好。这就是为什么老师说太喜欢这本绘本了，它带给我们的力量好大好大。懂得感恩，让他学到好多好多的知识，让他发现好多好多的美好。那么同学们，听了这么久，如果这个女孩是你的朋友，你又想对她说什么呢？哦，你看他这么求上进的，虽然呢他失去了视觉，但是呢他的世界是那么的美好。那我们呢？哦，来，我们看看，如果故事里的女孩是你的朋友，你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呢？请写在留言区。哦，给他加油，帮他怎样帮他哦，叫他不要放弃，勇敢面对。哎，他好勇敢啊！对对对，嗯，哇，你们的反应好快哦。嗯，
太强了，你们。好，对，他的心充满了。不要放弃，坚持就是力量。哦，很好，很好，很好。对，我们还有其他的感官，对不对？非常好。好，我们接下去。如果是老师呢，老师可能会这样子做，老师可能这样做。我觉得给他一个句子不够，对不对？我觉得给他一个句子不够，我发现到他太好了，那么呢，我要怎样表现出我非常欣赏他呢？尝试用这一个模式，看到你虽然失去了视觉，生活没有了眼色，但是你却发现了许多美好，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充满色彩。我非常欣赏你那积极面对生活和感恩的心态。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哦，而我什么都有，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嘴巴，有手，有脚，但是我还不知足，我常常抱怨，我常常埋怨，生活枯燥乏味的，饮食种类总是受到限制，妈妈不给我吃这个，不给我吃那一个，我要汉堡又不给我吃，我要吃炸鸡又不给我吃，我要吃雪糕又不给我吃，所以经常埋怨。其实我比谁都幸福，因为至少我还能自由活动，每天三餐温饱，不像非洲的孩子得挨饿，甚至呢还要饿死。所以啊，我想我会向你看齐，做个懂得感恩的孩子，认真学习，认真的生活，用心去生活。如果这一些句子啊，给了他，送到他那儿去呢，你说他是不是更开心啊？他是不是更积极，对吗？好，同学们写好多哦。好，那现在请看，刚才同学们写的是一个句子，或者是两个句子，或者是一个短句哦。其实整本这个绘本啊，整个故事呢，教会了我们什么？我们发现了什么？我好快哦，同学们！你怎么这么快？来经验哦，好。我四肢灵活，可以看、嗅、听、尝，很好哎，太棒了。好，我们再看，其实整个这一个绘本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结来，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发现感恩每一个当下给我们带来的美好，只要我们用心的去生活，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的美好。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啊，我们必须我们得先要做什么？感谢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的爸爸
妈妈。没有爸爸妈妈，我们什么都甭想。只有爸爸妈妈把我们带来的这个世界呢，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好，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呢，就要尽量的去发现美好。我们也要感谢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哦，有晴天，有雨天，哦，然后好多好多的这个四季，哦，四季国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漂亮色彩，哦，那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温度，嗯，我们可以看到花开花落，我们可以看到植物慢慢的长大，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鸟类，哦，还有动物。所以希望呢，我们好好的珍惜这个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哦，当然我们还要谢谢，哦，自己所拥有的。到底我们拥有了什么呢？有没有想过啊？同学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拥有了什么呢？嗯，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哦。可能同学们还没想过，其实我们很需要谢谢我们拥有健全的身体。有向你的身体谢谢了吗？有疼爱你的身体了吗？我们有手，有耳朵，有眼睛，有鼻子，有舌头，有皮肤，当然还有好多好多，老师在这里只是稍微举几个例子而已哈。那同学们，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画纸上呢，或者是 A4 纸上就画这个气泡图，然后把所有你认识的都把它写出来哦。那手为什么我要谢谢它呢？嗯，他帮我们啊，我们可以拿东西啊，我们可以写字啊，写字我们可以传情达意啊，我们可以谢谢他人啊，透过字条谢谢他，哦，感恩。那手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人啊。哎，对，嗯，我们拥有了生命，对，很好很好啊，谢谢爸爸妈妈啊，然后把你们生下来，对对，好。还有呢，这个耳朵，我们的耳朵用来聆听，嗯，听指示啦，听音乐啦，哦，然后还有我们的眼睛，哎，对，我们可以好好的用我们的眼睛，哦，发现美好。然后也可以用我们的眼睛看清事物，认真的去看，用心的去看。当然第一呢，我们的眼睛要雪亮的，哦，好。鼻子呢，我们也可以辨析香啊臭啊，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哦，我们要呼吸呢，哦，我们要呼吸呢，嗯，舌头呢，我们可以尝味道，还有舌头加上我们的嘴唇啊，还有牙齿啊，还有嘴部的这些肌肉啊，让我们说好话，对不对？学会说好话，传达你内心想要表达的意思啊。皮肤呢，我们的皮肤也可以感觉到，哎呀，冷了热了，然后呢它也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啊？那还有好多好多哦，那同学们可以不断的去发现哦，
既然我们身上拥有的是这么多，那我们要好好的去感恩，哎，然后去发现他的好在哪里，我们要好好的照顾他。除此之外，有什么密码啊？哎呀，同学们，你突然间问有什么密码啊？哦，嗯，好，来，我们再看，再看我们有什么东西呢？你说我有玩具，嗯，我有住处，嗯，然后我有衣物，我有食物，哇，你有的东西好多，还有故事书，当然还有好多好多的哈，同学们可以自己把它写出来哦，可以把它写出来 ，OK， 好。家哦，有家人的陪伴哦 ，OK， 好多哈、哦，可以上学，哎，有温暖的家，有爸爸妈妈，嗯，有好多，嗯，啊，有钱，OK， 很好。那你看玩具呢？我们有的，我们也可以开心的玩乐，我们也可以和他人分享 ，OK。然后呢？不被日晒雨淋哦，如果是我们有房子的话，又可以安心的睡觉，不被干扰哦。然后有衣物呢，我们可以做什么？保护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呢整齐又好看，摄取充足的这个食物呢。有营养，那我们就可以健康成长。故事书可以吸取知识，也可以和他人分享。今天老师就利用这个绘本来跟同学们分享了因为老师发现这个绘本啊太棒了，它要带来给我们的这些含义呢太好了。书包我们可以装书本啊，文具啊，如果没有书包呢，我们就很难把这些文具啊和书本啊带到学校去，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呢，不是理所当然的哦，它不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是应该学会感恩拥有，哦，好好的照顾它，好好的保护它，哦，好好的珍惜它，啊。哦，父母还有家哦，同学们，对呀、啊、对呀、啊、很好，温暖的家 ，OK， 对，好多同学会说哦，有父母啊，有家啊，有电脑啊，哦，对呀、啊，哦，今天我们才能够这样上课哦，对。所以同学们，你们脑袋里头呢会有很多很多的答案啊，会有很多好多的答案，很好。哎，有好多可能没有发现，对对对，好，哦，沙发，OK， 哦，好感动哈，好，我们还要。看哦，还有一样东西哦，不可以说东西啦，对不起啊，这一个呢，绝对不可以说是东西。妈妈呢？啊，这是妈妈呢，我感恩我拥有妈妈。没有妈妈会有我们吗？不可能哈，因为呢，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好多个月之后呢，才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妈妈每天小心的呵护着我们，所以我们感恩我们拥有妈妈，
可能同学们会说，哦，是有老师，有兄弟姐妹，对对，好，还有哦，还有车 ，OK， 哎，啊，我们看妈妈的，哦，一般上我们会想啊，妈妈是怎样的呢？我要谢谢妈妈，因为她细心照顾，细心照顾我。我也很谢谢妈妈，因为呢，她的积极的心态直接呢就影响了我，让我也一样积极，好学哦。也可能你说，妈妈是用心呵护着我的，OK， 是妈妈拼了命把我们生下来 ，OK， 对对对。好，那在我们的眼里，妈妈就是那么的漂亮。好，在我们的眼里，妈妈就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美丽啊。妈妈就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啊，妈妈就是那么的和蔼可亲。总是看到妈妈不辞劳苦，哎，不辞劳苦，每天这边忙完了又忙那边的哦，工作完了回到家了还要继续忙。那么有时就说，哎，你们先去睡觉，快快快去睡觉。然后呢，他自己又在那边做家务，他自己又在那边准备第二天的食材。所以很多啊，可能同学们已经是发现了。也可能有一些同学呢是还没发现的哦。那不管是发现了还是还没发现，我们再一起来温故知新，看一看有没有漏了啊，忘记了。好，所以呀，同学们还可以做一个重点啊，哦，妈妈不开心是不会说出来的啊 ，OK， 哦，那你也知道妈妈不开心的时候是不会说出来哦，啊哈，那你很清楚哎，你很注意妈妈哎，很好，那妈妈不开心，你记得倒杯水给她喝，抱抱她，说你爱她咯，哦。抱抱妈妈，妈妈你辛苦了，你先喝杯水休息啊。好，所以同学们，你们可以试一试啊。透过刚才的这一个画面，这个只是给同学们做一个参考了哈。那同学们呢，可以尝试。需要做个笔记吗？先把这几个重点。词汇抄一抄，可以先把这个词汇先抄一抄哈，然后等下呢，我们就进行小练笔啦，就书写段落啦，哦，生病的时候照顾你哈，哦，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对，啊，非常好，没有妈妈就没有今天的我。哎呀，这孩子你好棒哎！对呀，对呀，对对，都很爱妈妈哈。好，那么呢，同学们，好多同学都好爱妈妈，好爱妈妈哦。哦，如果你闷闷不乐的话，妈妈也会去哦，拍拍肩膀，哄哄你哦。OK，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哈。好，同学们，你稍微做笔记，然后呢，请你写上一些话语送给妈妈。那么你可以透过什么呢？你可以透过email 啊，发送电邮。可以透过这个卡片，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好多好多，对不对？你可以拿一张画纸哦，然后画妈妈、画你啊，哦等等的，然后再来把这些相关的词汇运用在你的感恩词里头啊，那你就可以把它写成段落啊，把它写成段落哦、啊。你们好多留言哦 ，OK， 好，哎呦，教孩子做功课哦、啊，谢谢妈妈这么细心照顾我，我爱您，妈妈，哎，太棒了，嗯，你太好了，太好了，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你们可以参考哦，同学们，你们可以参考。可以尝试把这个模式格式写下来抄下来，那你可以好好的思考，我想对妈妈说说什么呢？那这一个呢，待会呢同学们也是可以把这个课业单呢提交上来哦，先看一看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哦。我要感谢，感谢，感谢谁呢？你想对妈妈说嘛，对不对？那待会呢，你就说我要感谢妈妈。当然，你也可以说我要感谢我漂亮的妈妈，我要感谢我和蔼可亲的妈妈，对不对？哦，然后因为妈妈做了什么？哦，因为对方做了什么？因为你要写给妈妈呀。那对方做了什么呢？妈妈做了什么呢？然后你还非常欣赏他的什么态度呢？可能待人处事，嗯 ，OK。然后你又能够怎样的成长？快乐的成长，健康的成长，全因为什么？全因为他给了你什么？哦，想一想。哦啊、有些同学已经开始在酝酿了，是不是？很好，你们的反应好快啊。其实我比谁都幸福，因为拥有一个怎样的他啊，你拥有怎样的妈妈哦，他怎样关心你，怎样爱你，怎样呵护你，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呢，你还要再说妈妈啊，还是我心爱的妈妈，谢谢你。哎，你会做些什么呢？你将会怎样做呢？也写出来告诉他、哦、也把它写出来、如果是这一个你把它写出来了，妈妈看了呢就会怎么样啊？应该会很感动吧、哦当然我们把它写出来，那我们在身体力行，我们去做哦。打个比方说，至少每天倒杯茶倒杯水给妈妈喝应该不难吧、哦、谢谢她每天这么辛苦的照顾你爱护你教育你、哦、好，老师这里呢有一些、可以给你们参考的、哦哦、妈妈是天使、哦是是嗯，妈妈就像天使般呵护我们呀、啊，对。哦，有位同学说他会煮饭呢。OK，OK， 嗯，哦，他会煮饭给妈妈吃哦。OK， 啊，同学们都发现到妈妈的好，很好。来，这里呢有一些参考给你们看。哦，我要感谢妈妈，因为她细心照顾我。我非常欣赏你那积极正面的心态，我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全因为你给予我的爱。其实我比谁都幸福，因为我有一个和蔼可亲不辞劳苦总是关心我呵护我照顾我的妈妈。妈妈谢谢你，我一定会认真学习照顾好自己并好好孝顺你。那在这里呢，你
同学们，你们可以把这个你改成您哦，还有打勾勾的哦。啊，同学们，啊，你们的留言太棒了。嗯，啊，好窝心哦。好好好，嗯，好，这个老师给你们的参考呢是大致上是这样。那么同学们可以可以参考这一个，或者是用你们自己的话语来把它写出来哦。OK， 那除了对妈妈说呢，我们可能也可以对老师说哦，考上大学，嗯嗯，哇，好多哦，嗯，好，来，老师再分享一些哈。哦嗯，这里呢有一些范例给同学们参考，记得同学们可以尝试做对对制作卡片啊，或者用这个电邮啊，哦，或者甚至呢可以用寄信的方式啊，啊，很多很多，或者可以做大本的大本书这样子，有没有啊？字写大个一点哦，用心的去写，慢慢的写，不急哈，不急。不要说我三分钟里面就要把它做好，哎，我们慢慢的用心的去思考哦。嗯，还有老师啊，我们可以谢谢他，哎，他用心备课，哎，他有耐心，他认真教学啊，嗯，然后他和蔼可亲，他关爱我。他不轻言放弃。那同样的，那我们也可以写姐姐啊，或者是阿姨啊，爷爷啊，奶奶啊，对不对？所以同学们呢，先尝试自己准备一个这个气泡图，把主角放在里头，然后呢外面的小泡泡呢就去发现它的优点，哦，去发现它的优点啊，它的行为啊，他的态度 ，OK， 啊，慢慢的去发掘啊，去发掘 ，OK 吗？哇，同学们啊，你写的太好了吧？哦，嗯，原创 Anastian 哈 ，OK， 我要感谢妈妈，嗯嗯嗯，好好，很好。老师用心教导，哎，对，认真上课考试拿 A， 微笑争光，哎，很好，哎，嗯，好好，对，同学们都好棒哦，嗯，对，把他的优点写出来啊，老师有什么特别的这一个优点呢？你看到啦，哦。你们做完了要给，对对，等会呢你就把它交上来，等下会有一个链接哈，那同学们就提交点击链接就可以提交了啊。好，同样的我们可以用刚才的这一个气泡图呢来完成这一个段落哦。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老师有提及呢，同学们可以了解整个这个绘本的意义，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这个小练笔，同学们呢就可以进行书写段落哦。那进行书写段落呢，等会呢你们可以把它提交到所设定的链接哦。OK， 谢谢老师一直以来的教导，开始拿 A， 对，为东华小学争光，哎呦，老师送我们糖果。OK， 好好，哎，你们都好棒哦，因为呢你们也努力，对不对？那老师呢就越教就越起劲啊，同学们越学越开心，老师也越教越开心了哦。好，这一个呢可以给同学们参考，我要感谢谁，因为他怎么样，然后我非常欣赏他那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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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态度。我能够怎样？因为什么？啊，同学们，你可以尝试哈，不一定要用刚才老师的那一个方式来进行写作，
啊，同学们可用你自己的方式哦。OK， 明白。好，这个刚才老师所放出来的方式是这样的。嗯，好，同学们可以试一试。如果是老师，那么是谢谢他用心教导，不轻言放弃的性格。那能够快乐学习和成长呢，全因为老师您的耐心教导与关爱啊。然后其实我比谁都幸福，因为我有一个用心备课认真教学的老师。老师谢谢你，我一定会认真学习，准时完成课业。好，就这样。那同学们，哎，你们呢就可以把这一个课业呢提交到这一个链接哦。同学们可以把这一个课业呢提交到这一个链接，嗯，看到吗？哎，谢谢谢谢谢谢同学们，谢谢同学们哦。哎呀，为东华小学争光呢，好好好。加油加油啊！其实在结束之前呢，其实老师还想说，知足才会拥有快乐，感恩才能看见幸福啊。所以同学们，请你们把它记起来啊，这一个快乐宝典，知足才会拥有快乐，感恩才能看见幸福。哦，这本绘本呢，其实也是因为他知足哦，故事里头的孩子他知足，所以他觉得很快乐，他感恩，他才看到他自己是这么幸福的。所以同学们，我们要幸福，我们要快乐，那我们就要学会知足，学会感恩，哦。而且还有呢，希望呢我们时刻要记住转这个绘本啊，哦，转。其实为什么他用转这一个字呢？那我们要想一想，其实有时候我们只要转念哦，只要转念，原本呢心情是很不好的，很低落的，但是呢稍微的转念过后呢，哎，就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又充满了希望，哦，又充满了阳光。所以我们的世界呢，是记得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办法转念，哦，转个念头。好，我们先学会呢，想要拥有这世界，我们就要让我们的世界呢，就因为这个感恩，就因为这个转念而变得更精彩，更幸福，更美好。哦，好啦，祝愿大家喜乐安康每一天咯，谢谢大家咯。哦，老师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咯。希望同学们积极的提交你们的课业。哦，看谁的这个作品是好棒棒的哟。好，非常谢谢同学们的参与哦，非常谢谢同学们的参与。所以呢在这里我就把这一个棒子啊就交给这个 Easy Boy。哦，谢谢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同学们，我又回来啦。看过了老师的教学后，相信同学们都获益良多吧？那同学们记得要完成老师布置的功课哦，我们可会挑选出优秀的作品。我们也希望同学们可以订阅我们一起上学堂的教育频道。方便大家可以重复观看我们的教学视频，以及收到更多的新消息。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及按赞哦。同时，大家也可以到一起上学堂的面子书专页点个赞，然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感谢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马汉顺医生提供我们这个一起上学堂的平台，让同学们有机会通过网络来进行学习。同学们更要感谢爸爸妈妈，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设备来进行学习。同时也要感谢技术支援老师。下一堂华文课将在5月25日星期二下午4:00，授课老师是来自吉隆坡燕美华小的罗美兰老师，助教老师是雪州双溪威华小的连朝胜老师。两位老师将为4至6年级的同学授课，的题目是《你的爱在这里》，同学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个星期四5月20日下午4:00，杰古林冲信以及杰古江文定会为同学们带来国语课《查拉查拉门加嘎格西哈丹》，同学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这个星期五5月21日下午4:00，来自霹雳甲板国民型华文小学的马俊颂老师以及霹雳万里望万华一校的林倩儿老师，将会为5年级的同学主讲数学、储蓄与投资。来到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同学用心聆听。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欢迎各位同学再和我 Easy Boy 一起上学堂。同学们记得邀请你的同学一起来听课哦，我们下个星期见，拜拜。